这是咱林馆长的入选成绩单。提出媒体调查南投县长林明进施政满意度的结果，民众对着教育的满意度，伫八个项目内排名是上尾啊第二名，这嘛好出席议员拢感觉烦恼。我们最惨不忍睹的是哪一个部分？教育，教育倒数第二，好，倒数第二。那我们说这是全部都要怪到我们处长身上吗？我觉得不公平。处长很想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需要县长您这边的做配合。针对教育工作方面，要再做更多的努力哦，啊，让我们前线的县民啊，把孩子啊送到学校来，让他们有安全感啊，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得到成长的知识哈，啊，能够啊在学习中啊进步哈。除了教育，还有环保、交通、就业、治安、消防、医疗跟观光等七个项目。那么管理员余秀英讲过呛，也希望官府会当更加用心。有一款人啊，无进步的空间，迄就是叫第一名。咱林县长进步的空间非常的多，所以讲希望讲咱林县长会当带动讲咱规个南投县比以前更加好。恁进步的空间也非常多，包括环保，当然环保是拄着即阵 PM2.5 的代志吼，咱的卫生吼，咱的墨水这个问题，咱嘛应该爱重视。根据调查结果，全台22个县市长摕到4000满意度的首长就有4位，南投县长就是其中一位。其中林明进县长的观光施政满意度，和县民是上有感觉，嘛摕到8个项目内上高的满意度。不过，县长林明进对此也是感觉无满意。啊，虽然我个人呢是四颗星哈，但是啊，这个还有努力的空间呐哈。我们也不会因为四颗星而觉得满意哈，因为五颗星的还是那么多哈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朝五颗星的方向来努力。林明进县长也表示，未来继续带领县府团队做回努力，来提升南投县民的生活品质，让大家看到一个无同款的幸福南投。记者王祖如常报道。